这个是我姐。我俩长得像不像？像不像双胞胎？哎呀，我俩往这一站跟年画娃娃似的。小弟快走吧，还有两步到家了。走不动了姐呀。啊，你这快递里边太沉了。啥呀，两箱矿泉水啊？那哪能啊，30个哑铃。哎呦我天，咋了？我必须说你两句了啊！那哑铃还有个网上买的，那外卖没有卖的吗？人家都能送货上门，干啥呢？自拍呢？小弟，你手咋的了？怎么还回不过来弯了呢？啊！我看看，让你这哑铃给我沉的呗，这抽筋了，快给我掰一下子！哎呦我天，这扯不扯你？以后这事你找我姐夫行不行啊？还你姐夫，我都抓不着他人影。我最近啊，越来越怀念过去。你说我刚认识你姐夫的时候，那会儿他多阳光，我每次看见他那都眼前一亮。那何止是眼前一亮啊，那都晃眼睛，是不是？我姐夫原来干吃电焊的，那电焊一吃哇哇哇哇刺眼睛啊。你别跟我提他了，一提你姐夫我就生气，一生气我就想买东西，一买东西我就收到快递，一收到快递我就想到我的弟弟，一想到我弟弟我就想到。对了，老弟，我在那个驿站还有俩快递，还有俩快递，掉头还是哑铃啊？不能啊，这回真是矿泉水。哎呀，你可省点用你弟弟吧。走走走。啊，张总啊，你放心吧，我第18稿的方案呢、啊、已经给你发过去了，你看一下，要不行的话我再改啊。哎，李姐呀，你放心吧，你微信我都已经置顶了。我就等着给你砍这一刀呢。哎呀，你说啊，现在咱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这房子越来越大，可大家看一看，我在家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了。我在网上啊预约了一个整理师，让他来我家好好给我整理整理。来了，等一下。哎呀我是您在网上约的整理师。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把你盼来了。来，里边请，里边请，来，快找地方坐。找不着吧？那咱们就站着聊吧。哥，你家装修风格挺独特呀，这是什么风啊？驿站风啊？不对，严格来说，我家的装修风格属于是痛风，让你寸步难行。没关系，在工作之前呢，我觉得有必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在下金牌整理师小何，我们的工作呀、啊、就是将你们家这些物品呢、啊、进行分类归纳整理。不过我简单的看了一下，我推荐你们使用我的第二套方案，断舍离。什么是断舍离？就是把这些没有用的东西该撇撇该扔扔，让你的生活更轻松。这个好，这个好啊，那还等啥呀，干活吧，来，往这屋冲。先别往那儿冲，往这儿冲。充值，来，加个微信，我把我们服务的价格表发给你。好好好，哎，来，对方微信人数已达到上限。哥，你这社交能力挺强啊！啊，就是业务忙，客户多，没事啊，我删一个不就完了吗？我删一个啊，我看看啊，哎，这个不行，这个是我朋友，哎呀，这个是我客户啊，你把这个花开富贵删了。你上一边去，这个是我妈。啊，哥，这样交给我，我是整理师，不光为你整理生活，整理这些无用社交也是我的工作。好，来交给你啊。对，我给你删。你删啊，但是这样啊，你删谁了千万别告诉我，别让我看见，你自己删。来去。不行，我还是看着点吧啊，我看看。哎呀，小弟快来进来。哎，姐，这玩意儿好啊！啊，哎，这玩意儿谁研究的呢？这玩意儿省地的，不累呀、啊。哎，你赶紧把这一堆快递现在都给我移到书房去啊！抓紧时间。收到。哎，哎，真沉呐！哎，哎呀，哎呀，姐夫，姐，哎，快来，干嘛呀？我抓着我姐夫了，一会儿跑了。你这行了，你撒开，你撒开，哎，哎呦我天哪！
你没事吧？啊，我没事了啦。那你要是没事的话，就给我上一边俩待着去。这是谁呀？这不是我最熟悉的陌生人，北方大区喝多了找不着家门掌门人文掌门吗？哎呀，这是谁呀？这不是让我在家打地铺的室友，幸福小区左一趟右一趟快递最多身体倍儿棒的蒋帮主以及他小喽喽板桥吗？姐夫，我感觉我最起码得是个堂主，你知道吗？文掌门，刚才蒋帮主给你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不回，你啥意思？哎，怎么跟文掌门说话呢？人家的微信那是随便回的吗？你最少得提前一个礼拜预约。你看看上次回我微信是什么时候？半个月前吧。你再打开人家的朋友圈看一看，一天能发十几条，老厉害了。打不开了，姐，他把你删了。他把我删了。删了，删了，删了，删了。删完了，我把这个东北三省仓储物流分拣中心负责人蒋女士，我给她删了。哎呀，这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嫂子吧？请问怎么称呼啊？我应该就是你口中的东北仓储这个蒋女士。你手咋那么欠的呀你啊？谁让你删的？对不起，是个误会。你谁呀？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金牌整理师小何，这次受文先生的邀请来咱们家做断舍离。我听明白了，这是要跟你离呀、啊？你还要跟我离？什么什么？你就没听明白？断舍离不是离啊、哦，断舍离是给生活做减法，就像这一屋子的东西，把没用的、多余的、使用频率不高的都丢弃，这样才能给幸福做加法，才能有新的东西再进来。还有新东西进来？那我可搬不动了啊！我这胳膊还没好呢。行了行了行了，整理师是吧？啊、是啊。你刚才说的给幸福做加法，我听明白了。但是怎么说这个减法是什么意思呢？我这也没有啥需要舍弃的，他东西都让我扔得差不多了。嫂子，啊，你就想，你看，你肯定有东西要舍弃，你仔细找，你就找吧，这屋里这么多东西，你肯定有舍弃的，找到了吗？找到了。不是，你俩看我干嘛呀？人家让你断舍离，不是让你俩向我看齐，你上那边找找。啊，那就没有啥需要舍弃的了。还没有要舍弃的。嗯，来来来，这么的啊，来，咱就看看这个柜子啊，就这个里边得装多少东西。我在家我都不敢大声说话，我就怕我声音一大呀，把这个柜子呀、啊、这个门给它震开。来，这样。哎呦我天哪！姐夫，你家柜儿吓吐了，胀肚了。你这是干啥呀，姐？看到这个场面，您明白了吗？明白了，这我还不明白。他明白了。柜子太小，赶紧换个大的。不是，你快过来，过来，你赶紧发力吧。你看看，什么都没少，又要添大件了。哥，放心吧，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你小子自信的可怕。小弟，这柜子够大不？这是集装箱。哎。蒋女士啊，每天买买买一定很辛苦吧？那能不辛苦吗？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些东西都是你没日没夜精心挑选的。那他那都是小、啊、有点意思。起开，老师坐。人家专业的就是不一样，你这话呀一下就说到我心坎上了。不像某些人呐，只关心我买的多不多，他从来不问我拆的累不累。姐夫，点你呢，上一边去。好，下面我们就将物品进行分类，然后统一进行丢弃。嗯，哈哈哈，泼天的富贵终于泼我脸上了，我天天帮他打快递。来，今天要丢啥？丢我这里。这个小伙子还是个热心肠。没事啊，断舍离，我看我从哪儿开始断。来来来，这样啊，大家把目光转向这里来，咱们看一下这片区域啊。来，靠边，你不觉得某一样东西它比较多吗？水杯这玩意儿留一两个就行了，姐。哎哎哎，不许动，那都是我的宝贝。不就这几个水杯，怎么就变宝贝了？啥也不懂。起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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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杯子都是有使命的，不同的饮品要有不同的杯子，
就比如说这个，它是我用来喝绿茶的。每当看到叶子在杯中立起来飘舞的姿态，我就会感到身心愉悦。再比如说这个，每次拿它喝碳酸饮料看泡泡的时候，我就会感觉非常的治愈。同理，这个是用来喝咖啡的，这个是用来喝牛奶的，这个是用来喝果汁的，这个那这个是用来喝啥的呢？这是花盆儿，谁给放这了？你是蒋女士，你高啊，我服了啊，这几个杯子被你说的是头头是道啊。是的，来，大家把目光再次转到这里，我问你，来，这些杯子你又是喝啥的？给我答案。那你说咱家万一要是来个客人呢？就咱家这屋里面还能进来人吗？怎么进不来啊？进来一只苍蝇都得撞快递上。我跟你讲，这些不光是杯子，他们更是一种陪伴，他们给我安全感，我给他们一个家，天经地义。你这么胡闹。行了，我说句公道话啊，你说的，姐夫他有点无理取闹了。小姑子，还是你明事理啊，你说怎么办？惯着啊，必须惯着，女人就是用来惯着的，对不对啊？哎哎，姐姐、啊、我明白你啊，你就是想要陪伴，对不对？对。哎呀哎呀，哎，我就没明白了啊，你养个小猫小狗，它跟你有个互动，那叫陪伴，不是就这几个杯子它怎么就陪伴你了？你看看啊，我每天早上睁眼喝水就能看到它们，我睁眼都想看见你，你在哪儿呢？我在哪儿呢？我不得创业吗？现在咱们辽宁创业环境这么好，我不得奋斗，我不得加油吗？那你我那怎么了？我听见，我不是哥，你天天他不着急、啊。冷静，交给我，这件事情我处理，你不花钱了吗？你交给我处理他呀。对呀、啊，要不你的钱不就白花了吗？你好，冒昧的问一下，花多少钱呢？按分钟收费。抓紧时间。好好好。现在开始，每人选三样认为对方最应该断舍离的东西。好，别整三样，要整啊就整三大类啊，用不上的算一类，过期的算一类，还有啊，我看不上眼的算一类。丢，到你了。到我了吧？那我就要大显身手了，咱们就先从哪下手？懵了吧？这家里面有我的东西吗？啊？我一无所有啊，我把我的后路早就断了，我仰天长啸，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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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呢，舍呀，姐夫，我真佩服你，我要是你啊，我一点也哈不出来。来，断吧。好，你说断的啊，那我就先断你手机网。哎，断不了啊，那是我的成功之路。好，那你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群退了，舍得不？舍不得，那是我的潜在客户。那你就离开那些酒肉朋友。离不开，那是我的精神支柱。你看看他的态度，他俩还挺能捣鼓。杜，你把你嘴管住。我发现他俩有问题全是因为你。哥，你干啥呀？你都三大类了，你退一个，你退一个，你退，必须退。行，我听你的啊，那我就退。小弟看着他，让他退。嗯，姐，听我的，退了。啊，我就退这个了，就退他，退这个啊。对，真的呀，姐，哎，他把咱家族群退了，拿来。他这是要断了我，舍了你，离开咱们这个家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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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我让你退群，你退相亲相爱一家人是吧？不是，不是。好，拿来，我把你这些置顶的破群我都给你退了啊！哎，你别退呀！哎，什么点赞群？哎，什么转发群？宠物百岁群？别退呀！拿走。哎呀，没少退呀！你咋知道呢？我手机都清了。真狠呐！你删我微信，退我群是吧？对呀、啊。好。怎么着？我今天我跟你战斗到底呀、啊！你斗呗。你等着，你等着。哎，看谁能斗过谁。来，你看这是什么啊？这是你攒了好多年的大牌的包装袋，我今天我都给你扔了。你干啥？不是你哎哎哎哎！我让你，我让你别别别！走走走！哎，我让你滚！哥，来来来，别，咱看看这是啥。你在沈阳各大饭店收藏的打火机，我给你当摔炮，哎，过年好呗。
祝快乐呗，龙年大吉呗。来，兄弟，来都有啊。哎，什么？哎，咋的？来，你看这是什么？这是你收藏的十二星座口红。不是，你什么星座来的？我这处女座呀。处女座啊？你骗谁呢？你呀，天秤座。不是，小样的，我秤杆子，我给你撅舌头。不是，你上升了，你是金牛座，我跟你牛鼻子两掰。来，谁要？我发。来，解放解放，都给。来，再让我们看看这是啥啊？哎呀呀呀哎呀呀，这个是老茶。哎，你最爱喝的普洱吧？小弟，拿回这煮茶叶蛋。收到。来来来，你看这个是什么？晃不晃眼睛？老婆，三大类。这是你定制的高跟鞋，而且是四一的，当初你等就等了半年，对不对？我给你撑大它，来，我看，你那三八的脚还没我大呢啊、哦！来，小袖子，你穿上，你给我撑肥它。我也没有他脚大。你既然要是这样的话，就别怪我不客气。来，来来来，不是，大家跟随着我往这儿看。媳妇儿，媳妇儿啊，我刚才我跟你闹着玩呢。闹着玩呢？我刚才我是跟你撒娇呢。撒娇呢？你把它放下。这个按岁数说呀，它就不应该是酒了。啊，这是我大哥呀。你把它放下。好好好，那就让你大哥来祭奠我的高跟鞋吧。别。大哥呀，都啥了？姐夫，你大哥挺辣呀。拿走。好啊，你真狠呐。怎么地？你回我大哥是吧？啊。我废你老弟，我的。哎，姐们儿，你闭嘴！你没头脑！你弄他！冷静，冷静，来，冷静。小样。冷静。不能断以前的东西，太激化你们矛盾。现在我们着手当下，好不好？看眼前的，当下，好吧？眼前，我告诉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买的东西都没有用。来，靠边，我看看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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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看看这个，来，看看这里都是什么啊？不是，咱们看一下啊。来，你看，保温杯。你说你家里这么多水杯了，你又买个保温的有用吗？这不浪费吗？你看啊，来，这什么玩意儿？药片啊？都过期了，治啥的你还记得吗？护肝片，你说你也不喝酒，你还护上肝了。这裤带你看看，这款式多老，我爹都不能记。刮胡刀，你说你一个女的，你买刮胡，护肝片。哎呀，这不是我最爱喝的辉山奢享娟山纯牛奶吗？这还有个纸条呢，1%珍惜奢享娟山，送给100%珍贵的你。媳妇儿，就这些东西都是给我买的，还用问吗？姐夫，就差写你名了。我把咱家快递摆得这么乱，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我想我都摆成这造型了，你咋也能打开一个看看吧？结果没想到你太忙了，一回家，不是回群里的消息，就是维护人际关系。你想想，你都多长时间没给我打电话了？我手机里的通话记录，就只有快递员。还有你的双胞胎弟弟，还有说到杯子，你嫌我杯子多，乱花钱，那是你不记得。你送我的第一个礼物就是杯子，因为你说过，一杯子，一辈子。老婆。我错了，都怨我，我一直忙着奋斗赶路，可是我忘了我最终极的目标，
是你，是这个家。媳妇儿啊，我向你发誓，从今天开始，什么无用的酒局啊、射雕啊，我都给他退了。我在家都陪你，以后你的安全感，老公给你。太太是你啊，张律师，啥也没干，把钱挣了哈。张律师啊，你这个断舍离真厉害，谢谢你啊。谢谢。嗯，快走，快走。哎哎哎哎，不是，哥，我干嘛去？关键你是按分钟收费的呀。不是，接下来几句话是免费的。哥姐，今天咱们家的断舍离啊，其实是让二位学会如何该放则放，该断则断。学会断舍离，让过去的烦恼随风而逝，为未来的生活腾出空间。如果两位接下来还有断舍离的东西可以交给我，我会把它送给有需要的人。太好了，真是既不浪费还有意义。我决定我先断舍离。我支持你。你要断啥呀？我先把你断了。不是，我天天跟你在一起，我都没有时间处对象，我处对象去了。你干啥呀？